但这小报看这本事了，所以呢，你可多赚一个小时。小宝看着也挺开心。他还是不大三个月的小孩。清风白昼，翻过了九州。没错，自从有了这个小家伙，我和安娜全都围着他转了。你把床单洗一洗，今天的光芒太短，你去扫一扫。Yes， 安娜没生孩子，从来不让我拖地，总觉得我弄不干净。但是现在没办法，她时间都给那小家伙了。哇，侄子弄得挺干净的呀。用的科沃斯扫地机器人是我在京东买的，装修换新来京东家电春季家装节，品质家电成套卖更优惠。自清洁扫地机器人是热水清洗拖布，能够溶解各种常见污渍，还有智能指定区域清扫，我让它扫哪，它就扫哪，完全不用动手。我看你就是想偷懒。瞎说，都是为了孩子，这不是节省时间想照顾你吗？睡着了，我去做饭。你不听话。